有我在，我就是你的力量。各位球迷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欢迎透过现场转播一同欣赏112全力度 UBA 大专篮球联赛。今天呢是2月27号的礼拜二，我们在晚间的6点来看到国立体大来出战到的是世新大学。国立体大的先发五人名单，胡敬豪、林瑞轩、黄伟成、陈冠中以及陈立生来担任到先发。那在世新大学这边呢，萨马斯汀、曾木轩以及李宗翰、陈将双、张俊生来担任到先发位置。由世新大学以99-74，然后当时呢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，由世新空中里面走，哇，火锅打了下来，张俊生的上篮，结果是被前面张俊生速度感觉上想吹起来，但是对方退防的缝隙也可以去钻。对，现在抢断。陈将双前面快攻，让他放上两分。黄伟成不做犯规的尝试。那今天对陈将双的考验是曾木轩后退一步，中距离的跳投出手稳稳命中。传给到萨巴斯汀，再回到李宗翰，三分的尝试，这球进。这一点对。好，中距离的跳投出手没有，直接来做空中的补进。廖伟浩，请你看一下，但是后面有人追。刚开局，整个进攻端都打得非常的不顺啊。八秒的威力，简鹤宇切了进来，这一阵防守，最后放进了。其实陈冠中的防。转中的下手上篮，好球！打得很强势哦，今天需要明显，其实前面几个阶段呢，作为攻击主力的，哇，这边给他起飞空间啊，哇，效果这几波还蛮突出的。对，哦，这个完全来不及，防守沟通没有交代，一边是已经有点踉跄的被推开，后面因为是背后。并没有选择出手，反倒这个犹豫的传球被抄走了。剩下两秒钟，到底有什么？出了什么状况？哇哇！这个上来一波，这个回，那也让国体这边有较多次这样发挥下。外围的三分来了，林瑞轩，这个三分。陈阳双，哎。吴景豪直接飞进来，哎呀，这高天顶，这高天顶，没问题啊，有，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？对啊，因为球已经是出手了，在篮圈上方，啊，任何时间点来触碰到这个篮圈，都碰到网子，碰到，哎呀，球超回来了，蒋双身体对抗之后，交小球给到希瑞在篮底下摆进两分。威铁拳术，哇！一上来就有手，嫉妒心很好，但是，哇！有一就有二，哦，徐徐上来，威比划一下之后，再往外围来出手，但短了。进攻篮板球，篮底下这个最后打进去，郭靖豪的自己出动。对，好的中距离。另外就是今天世新大学的防守篮板保护握住的没把握住。王立军停下来之后的好球，哇，球被李宗翰给偷掉了，然后前面直接给，哇，哎呦，多数时候是有限制住世新的转换快攻。在篮底下，终于是张俊生把这个球给补进去。廖伟浩急停的中距离跳投稳稳命中。今天几位？过来之后，剩下4秒，陈立生直接带过半场，很不及格。哇，连续两球！哇，都是他的压哨球。对，连续两。球回来到弧顶，张俊生在给球之后，陈将双的外线三分来了。到大角另外一边，李瑞轩的中距离插板进。这个在世新这边呢，整个阵容调配上就需要，哇，才说啊，这个时候就让他直接飞上去了。
顾客年轻不要失误啊！对，哇，这个拿球真的看得很抖。李宗翰的代步抛投得手了，现在把比数给追平。来看，这是前面张俊生，嚯，禁区外就轻松，双手飞扣，嚯，这距离真的。教练给不到支援，哇哟，这个脚步漂亮啊！国体大他们其实真的有这种很多进攻的元素哦，只是这些元素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组合在一起？分球李胜兴，希瑞切进来又遭到夹击，但他勾进去了，硬是把空间。Looking pass 到篮底下，胡金龙漂亮水准。OK， 来给到张俊生外线的三分球短了一些，接到这颗球的李胜兴再补一下有了。马尔基高插板的尝试出手没进了，单节的一个得分16-8。前面快攻张俊生，哇，这是个好球啊！金酸 and one。张伟转身就出手，哦吼！这几个大一些人真的在罚球线上的仪式。啊，这无论如何罚得进就是好球。对，篮底下的库克这是心中张俊生第三节的最后一集，分球之后给到简鹤宇切进来代步下手的上篮好球，过了出来，简亮双切进去。变成了传球，希瑞外线的三分进，好球罚不进，那三分可以哦。简鹤宇切进来，空中找人，陈江双卡到不错的位置，上篮拿下。这个时候，国立体大的防守，因为这条区域联防也真的打得蛮糟。还有这个过三分球很关键，是要赢球都是没什么希望。嗯哼。不过他们现在还在可以追的范围哇！希瑞的三分球转身，因为我觉得今天张俊生真的处理球上有点想太多了。不过这个中距离不会很有名。希瑞直接压进来，后面胡金豪的火锅打。在场上让他做一些最简单的事情就好了。陈冠中回来之后，整体的哇，库克飞进来补空。张俊生。回出来，外围简鹤宇大号的三分 bang， 这一下有一点点气势直接被带走。哇，还被简鹤宇轰了这个火锅出去啊！所以其实国体这个时候高曼都打得很不顺啊，你去拿个4分6分，其实也只有那一天。传中，这个下手的上篮最后能够摆进去，陈冠中要打得更强势。陈江双压进来之后给到张俊生，最后的半秒钟巴泽比特打进去。有规则有兴趣的话，在中华篮协的官网上其实有，可以挑战的规则是在附件 F3 的这个范围之内。是，当然其实国内有一些联盟是取消了这样子的规则。过去泰山高中的队友张佑伟在对面，打的算是时间很多。外围的三分尝试哦，连续了两颗。廖伟浩方真的都有很多修正的地方哦。对，外线的三分球来了，这个时候突然投的进了。这时候分球，对，还是一样的节奏要攻。哇，刘佑轩是真的有点感觉上这样太久没打了。是，跑位的。来过半场的时候球掉了，这边陈定宇轻松的上篮，两分拿下。再回到李胜兴的手上，三分球进。那这场比赛要在此结束。新大学是以72-60来击败的国立体大，收下了胜利。两边的第一场比赛都有许许多多要调整的一个状况。